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吃一个红薯粉条。阿文娘拌这个粉条我真的是爱不释手，天天都想吃啊。好香。并且它是纯红薯粉，纯红薯粉做的，没有任何添加的。吃起来口感劲道。那我们这边现在天气有点热，是吃凉拌的，到时候凉快一点就可以煮火锅了啊。可以炖那个红烧肉炖粉条。人家北方的话，猪肉炖粉条炖的比较多。对。你这个我给你汤汁弄得稍微多一点，它不是油啊。我难怪说今天那么好吃，因为它加一点点汤汁，感觉拌起来特别那个。对。一口酥起来特别爽。我都要吃完了。那么快。鸡肉炒米粉，我这个是中辣的。
们吃饭了，今天芹菜炒肉丝，然后这个清蒸鲈鱼，还有一个青菜，还有一个啥呀？哎，我的鱼啊掉了。黄油板。